试着去吧。四吨，零八四吨八，就是差0.2，不到11吨。我这不敢抓粘的，抓粘的它会边上抓的还多，对，到了那个半圆以上，因为这个颗粒的它会躺下来，那个它不躺，粘上了，对，它有个粘性。讲，28吨提不动了。28吨提不动了。28吨，这不很先进了？那个，你现在慢点提。提不动的话，你上来。你现在慢点提，现在往上。你两板都打紧以后，你打到吊钩上，慢慢的提起来看多少吨啊？慢慢的，别急了哈。实际使用就得这样使用，是你不可能抓着再放，抓着放，那就满了。对，实际使用就是一抓就是一满。啊，这个第一脚45度也不是？不是，你第一脚超过45度，那建议50度。好，高度别高了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看多少度。第几个万一有48度啊？再建议50度，45度以上。抓套图比这个抓。